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国展汽车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台2017年 Toyota Altis， 本店售价55万8。接下来我们看它这台车的外观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台车的车头，它有日行灯，还有雾灯，整台车的漆面跟外观都保持得非常漂亮。接下来我们看引擎室的部分，这台车跑了6万多公里，引擎也非常顺畅，然后这台车有经过夜深的第三方认证通过，这台车有 iKey 及 Moment 的功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内装的部分，首先我们来看方向盘是多功能的方向盘，下面有定速，还有免钥匙启动。左边的部分它有循迹防滑，还有电折的部分，还有盲点侦测。然后中间有一台安卓机，它有导航的功能，还有倒车显影的部分。然后下面的话有恒温空调啊，这台车的皮椅啊内装都保持得非常干净。这台车有胎压侦测的功能，啊，目前里程数是61619。今天这台2017年 Toyota Altis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是国展汽车，欢迎来电赏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